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，在电视剧《秋蝉》里饰演的是叶冲。锁定 YouTube 悠悠独播剧场，烧脑剧情现已开启，看如何身处敌营异乡，绝境求生。Hello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曼，我的新剧《秋蝉》登陆 YouTube 悠悠独播剧场，敢爱敢恨的女学生何英准备就绪，我们一起追剧吧。